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向他的前东家皇马发出了欧洲冠军杯的警告，他决心帮助尤文结束皇马在欧冠上的统治地位。在过去的三个赛季中，罗纳尔多都带领皇马取得了欧洲最高荣誉，包括上赛季在基辅决赛中3-1战胜利物浦。这位葡萄牙巨星在这个夏天结束了他伯纳乌的职业生涯，以9000万英镑的身价转会尤文图斯。在过去的三年中，尤文只获得欧冠亚军，他们自1996年以来还没有获得过这个最高的荣誉。尤文图斯在罗纳尔多身上投入巨资，试图结束他们的对欧洲冠军的渴望，而罗纳尔多也希望这么做。这位33岁的巨星说，我想和尤文图斯一起赢得冠军杯，我们将专注于这一点，与我的队友一步一步，然后我们将看到胜利。也许今年、明年或后年，俱乐部的目标就是赢得欧洲冠军，我们会在冠军联赛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罗纳尔多的前曼联队友鲁尼相信五次金球奖得主能够为尤文带来欧冠的荣誉。鲁尼说，对于任何一支签下罗纳尔多的球队来说，喜悦的程度都是巨大的。我相信他将做他过去10年来所做的，他将带来进球。我认为尤文图斯今年将赢得冠军联赛冠军，完全是因为罗纳尔多去了那里。鲁尼补充道，他工作很努力，他的家人总是支持他，我很高兴，尤其是有像罗纳尔多这样的朋友，他应该得到所有的荣誉，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做到最好，并取得了这么多的进球。罗纳尔多在他的意甲处子秀中没能找到进球，但是意大利冠军仍然在客场3-2战胜谢沃，为卫冕他们的冠军走出了第一步。在那场胜利之后，主教练阿莱格里说，我们只在一起训练了整整7天，我们还在了解罗纳尔多，他今天和队友联系得很好，我对他能轻易地进入球队印象深刻，真遗憾他没能进球，但很高兴我们赢了。罗纳尔多希望在周六尤文图斯迎战拉齐奥的时候，能够在意甲联赛中打入他的第一球。